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好，那现在呢？可以再去抽吗？小柔介绍商品，换我的吗？嗯，其实呢，我今天带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，其实我平常就很喜欢买衣服、鞋子、包包、化妆品，但是因为我在买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点小气。所以我希望可以买到最好的东西，但是是最便宜的。我今天带来都不超过1000块，真的，包括我左手边的这些鞋子，哇，这双鞋，这个好，可不可以？好看，而且还有增高垫，哦，我最需要了。所以要穿的时候呢，就脚会变很长。它只有后面加高吗？没有，里面也有。所以在欧洲逛街，脚这个厉害，这个里面的增高垫看起来是平底的，对呀，里面大概有7公分，7公分，应该跟你现在的高跟鞋差不多。就是因为我们女生常常外面已经有加高了，因为我们女生常常就是穿球鞋会看起来脚比较短，对，所以就很麻烦。可是现在网购就有很多这种，而且颜色好亮哦，超亮的，而且有蕾丝，对，是我最爱。然后呢，因为这种高跟鞋通常我们要拍照啊，或者是比如说做搭配的时候，像这样的鞋子就必须要有。谢谢。然后这也都不到1000块，这是我的 size 吗？我觉得他很会买，他买这些都不会退流行的。好，那这个最适合你的军服呢？那因为像这种军用的这种花纹，每年必流行，对，所以你就来一双像这种牛津鞋的这种，也不超过，超好看的，差不多。700多而已哦，这里面也有垫高吗？最便宜的是多少？这都不超过1000，这没有，这没有垫高的。最贵是多少？最贵，最便宜是多少钱？你脚下这一双也是吗？我脚下这一双，好好看哦，这一双差不多600多而已。然后还有衣服啊，还有衣服啊，洋装哦，红色的哦，来，性感小，超可爱啊，太可爱了，颜色好看，很厉害，洗脚啊。所以这件衣服也是网络上买的，对，这件差不多500多，我记得。哇，好便宜哦！而且用的腰封也很好看，对，超可爱的。然后，因为最近常常要去开会嘛，来，小柔，你要上班，我知道你现在穿的很少，很尴尬。来，那件你当场把它穿上去，红色那件吗？对 ，Right now， 对，可以直接套上去哦。可以啊，让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出现。哎呦，很搭风哎，你看，小心。哇哦！哇塞！来，请走秀，好的吗？哇！500多块，那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有垫肩的，这是你准备怀孕的时候穿的吗？没有，穿起来超合适的，因为它是有垫肩的。然后因为我们常常去开会的时候，然后常常像这个颜色是今年最流行的，好好看。然后它有垫肩，会让你看起来比较严肃一点，比较 top 一点。然后它的那个里面的这一件衬衫，它是一件式的，加两件，对。所以现在夏天你就不用这样搭，假装是两件，对，它就有层次感。明川太也要推荐更厉害的，哎，有什么更便宜的？因为刚刚小柔，我为什么一直在追问关于它鞋子是多少钱？嗯，对，因为其实在网络上我有买过更便宜，而且这双鞋真的非常的感人，因为呢，感人。的鞋子就是说感动价吗？不是，是价钱太感人。你看它这整个整双都贴满了钻哦，没有看到这好闪哦，整双都是哦，但它只要299。这个是39号，谁来试试看？39，真的，299，各位朋友，真的名码鞋吧？它是要卖给谁啊？亮哇，对呀，39，好好看哦。好好看啊！昂贵欧朵班，好美哦！而且你用红色去加油啊，好性感。那这个为什么可以买到299？就是其实网络上他们也有所谓周年庆，所以你就要在赶周年庆的时候，你要第一时刻限时抢购的时候去抢。因为这双本来是2000多块，它一折哦，一折一折。再来呢，还有比如说像这一双，像蝴蝶结这个，这双好可爱哦。对，它你看它料子也很好，对，这双是500块，哇，不会吧？真的这几号？李明川，
你是在那里无聊在抢啊，一会儿买九号，一会儿买六号，哎，真的是无聊就在抢。其他都是要拿来定性的。来来，我觉得这一双好漂亮哦，六号可以吗？你看你的 size， 你穿六号哦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那是六号，这是你的。来，但是这是欧美尺寸的六号，所以稍微大一点。大，然后六号半。哎，太好看了吧！这鞋应该是蛮好穿的。好嘞，乔川，你继续介绍。然后另外像刚刚那个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网络上，现在真的什么都有的在卖，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有。然后像我自己喜欢买一些比较好玩的，比如说像大家看到这三样东西，应该都不陌生吧，对不对？光是这个长相，还有各式各样的。这什么？比如说，这又不是 iPhone， 这个。是风扇，可以自己吹，你也可以吹那个笔电，有时候太热，你就是插上去插电就可以了。这样很好玩吗？真的有风扇？有风啊！然后呢，再来呢，这个是一般我们插着当那个音箱的，这个还算正常，这个还蛮正，这个也很可爱啊。对，然后这个你们猜猜看是什么？我看，薄薄的。是什么？像真的像手机一样哎，手机壳，这是什么？喂，它是镜收音机，镜子，镜子 ，Home Deal， 你答到了，哎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补妆用，哎，为什么现在连镜子都要长得像 iPhone？ 太可爱了啦！你会有一天不小心就从那个里面说喂？可是我真的想要营造这样的乐趣哎，我喜欢看到一桌子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是好，但它功能都不同。好，来，来，请你一边接电话一边起来走秀，来，喂，啊，好，我们到了，快快快，可以到了，好像到了，李明穿了很多鞋子呢，因为他是造型师，需要很多女性用鞋嘛。没错，那你很多都是在网络上买的，都是都是。来，你继续再讲。好看耶！我觉得，哎，对他们都说很好看。来，这双也是好像500多块吧？这双几号？这双是37吧？我记得。哎，你们都这么大双啊？37，这双也才500多块。500多块啊！应该是36。这个又很轻，然后它又蛮百搭，因为它是春夏秋冬都可以穿。对对。因为秋冬的时候，它是一个这种纹路比较动物纹的，是秋冬款。对。然后又是凉鞋的长相，是春夏可以穿。这双 Billy 姐应该也会喜欢，应该会喜欢。然后黑色的，黑色的，哇，这双也很好看，很有造型感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会特别去找一些网络的店家，是它是专门可能是跟欧美的鞋型比较雷同的，因为这样子鞋子的长相它比较不会退流行。所以在这边也要提醒观众朋友，如果你在网络上买鞋，除了说你要特别注意尺寸的问题，另外呢还有一些什么材质的问题，再来更重要，我觉得那个鞋板的长相还蛮重要。对，因为有些时候太日系的外形很容易退流行。是，好，那你那个照相机是什么？是真的照相机吗？这个是一个电风扇来着。啊！你知道我们出外景很热，然后怕脱妆啊什么的。这个也是一个电风扇，而且这个风超大的。哇！这个超强，你想要哪来那么多电风扇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啊，我好想要，100多块而已。各位很想要，对不对？很想要。我们又到了抽大小姐牌的时间。希望这一次不要是李明川自己手抽到啊！换我们先抽，结果还是直接拿，麻烦直接拿，好，来，这个，好，来翻牌，一、二、三，我捐出来，因为刚刚都是我介绍我自己的东西耶。李明川，你还是可以选。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月吗？哈，民俗月啦。好生气啊！如果你有办法抽到3张皇冠的话，我看事情就很怪了。哦，李璇，等一下再来说要不要让哈。你这样讲完，大家就算了算了。对啊，给他了，给他了。来，那我要，你要什么？小柔那一件蓝色的衣服。哦。
送给我助理。当然没问题，这件很好看，对，很适合你给他，恭喜他抽到第二张国王牌。送你哦，送你哦。李明川究竟是运气好，还是冥冥之中有安排？李明川到底会不会第三次抽到他？我抽到了，我今天抽了，还没，还没啊！先给李明川，表示你表示是他先抽的。让他先抽，让他先。不要看，请揭晓。现在不要去签乐透，所以我觉得想再做下去，我交的礼物应该是。对。